哎呦，今天这台是2015年的30 Class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选保养的提醒，选进阶设定，然后按这边一个 Enter， 按住以后进去，它有很多选项，然后可以看保养提醒，剩下两个月又4261公里，那这样子他到时候开一开一定会亮提醒。然后我试过去按他 Enter 怎么样都没反应，所以我用仪器设定看看。等我一下。好。开门时，请注意后方来车。好了，现在就变成六个月，然后9961公里。感谢你的收看。开门时，请注意后方来车。